太精彩，骄傲的墓志会为你竖起来。多么神奇，一路有你，闪光的梦想零距离，大梦想 Go Go Go， 加油我的朋友，吼吼吼，青春绝不停留，一起战斗在最勇敢的时候。那陶西如果也在里面呢？那我就不理他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小白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呢？我们都那么久的朋友了，早就像家人一样。我想陶西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真的吗？嗯，反正我这次回国呢，该做的也做了，该挽回的也挽回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。走了。在最近太忙了，正想着忙完了陪你出去好好玩玩呢。唐叔叔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么还要你带我玩呢？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就是想跟您道个别。怎么了，小璇？我要回去了。回去？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待在国内了。看到陶西过得挺好的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可是他现在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，我不想再去打扰他。什么意思？他有了新的朋友？没有，我只是尊重陶西自己的决定，让他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陶叔叔，我这次回来给你添麻烦了。是，什么事啊？这个您看，这是什么呀？申请表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打算组建一支专属于棒球队的啦啦队，然后我听尹哥说这个得先交给您过目，然后等安主任同意了才可以。要安主任同意才可以啊？好啊，例子好啊，你真是好例子啊。其实我早就想为我们那个棒球队啊组建一支啦啦队了。你这份申请表来得太及时了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啊，去利用这份申请表，好好跟那个安主任沟通，好吧？好，谢谢陶老师，那我先走了。你客气什么？加油啊！
安主任，我有工作上的事情找你。请进。那个，我们班的那个棒球经理栗子，他想为我们棒球队组建支啦啦队，你要不看一下？那个，昨天我。这么快就同意了？组建啦啦队是合理建议，程序也都符合。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啊？不用考虑了。不是，那要不我让栗子再考虑考虑。没什么事，你先出去吧。那我再考虑考虑。同学们，中午好。下面呢，播放一则招新通知。学校棒球队决定组建一支啦啦队，现诚邀身高在160以上，身材均匀，热爱舞蹈，热爱体育，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的女生加入我们，有舞蹈基础者优先。符合要求且有意向的同学，请放学后在体育馆参加面试。谢谢大家合作。哎，要不要试试啊？可以看棒球队比赛呢。那岂不是可以看到棒球队的队员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哎呀，栗子，行动吧！那是，只要我想办，没有我做不到。那就祝你成功喽！就等着看结果吧。有需要随时找我，就是八卦头条，你懂的。我走。那个，今天下午不是招新吗？你跟我一起呗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还挺自信的吗？帮我一下嘛。可是今天真的不行，我下午社团要开会，要不你去问问班小松他们。他们能行吗？走吧。小白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又想不告而别啊？我这么兴师动众的回来，灰溜溜的走，让你们知道我多丢脸。那总得有人送你去机场吧？还是你最贴心了。对了，你告诉陶西了吗？告诉他干嘛呀？哎，对了，你别告诉他。你就一点都不想跟他说开吗？我走了，他自然就会明白。我都没探亲，你探什么亲呢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，我正愁没人送我亲呢。是你希望送你的人没来吧？加油，加油队必胜！加油队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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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队必胜！加油队，再来一局。喂，小白啊，我在机场送小璇，他要走了，飞机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起飞了，过来吧。他说他现在已经想通了。我们大家这么久的朋友，你应该过来道个别吧。小霞，时间还早，要不我们再待会儿，等一下。等什么？等陶西吗？我一点都不期待偶像剧的情节。走啦。小璇，
惜。我刚刚还在跟白昭开玩笑说，我一点都不期待偶像剧的情节。没想到你这么一叫我，我都有点不想走了呢。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态度不好。这句话应该换我来说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这么纠缠你，给你带来挺多困扰的。说实在的，看你有喜欢的人了，其实我还挺不开心的。但是也没有办法了。祝你找到你的幸福。谢谢你，陶西。我们还是朋友吗？当然，在你没有保镖的时候。嫌弃我啊？走了啊，保重。嗯。走了。向淼当时我们棒球队招新的时候，但是根据娇儿定，没有几个是为了拉拉队来分信的。那是为什么？咱们球队没有其他福利啊。待有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栗子，这是所有的报名表。哇塞，好多人报名啊！那你是没看见外面的阵势，可比当时棒球队招新的时候人多的多了。嗯，你说我好热情的。但是这次拉拉队招收的比例可比当初棒球队小得多。你说那些女生会不会当时落选特别失望？那也没办法啊，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嘛。哎，谭耀耀，你去叫他们进来吧。好。张成，你也去准备一下。去吧。最后，有舞蹈基础的先举一下手。哇！有拉拉队经验的也先举一下手。哇！先把手放下。这怎么办啊？太疯狂了！安静！现在听我说。觉得自己长得好看的同学，站到线外面来。行吧。各位长得好看的同学，咱们那边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吓死我了！一颗大痣就离我这么近，这么近。你不会背着人家说、啊？好了，同学们，现在大家依次从这杆子下面下腰钻过来，成功的呢站这边，不成功的站这边，开始吧。哎，你不行，那边去。
下面呢，请大家跟着前面这位同学一起跳舞。音乐起。恭喜你们已经正式成为了啦啦队的初选队员，明天下午5点时过来排练。学姐学姐，能不能看到不同啊？看到一个人了，看到一个队了。学姐你说话呀。啊，你们是来参加啦啦队的吗？艾米，我是窦小璇，我已经回美国了，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，抱歉，我不是针对你，只是我不甘心，我没有告诉陶叔叔你们的事儿。陶希真的很喜欢你，祝你们幸福。安主任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，窦小璇走了。我看你灯还开着，你也别太累了，早点休息啊。别这么懒散行吗？这个舞跟广播体操似的，一点儿也不好看。就是一点儿也不好看。这样啊，那我再看看别的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找了一个新的视频，让大家跳一下，开始吧。视频了，你们怎么还这样啊？学姐，我们能去棒球场跳吗？是啊。学姐，我们去跳给棒球队员看吧。对呀。想去棒球场是吧？可以，想去棒球场的站过来。好来。想去棒球场是吧？现在就去，出去，以后再也不用过来了。听不懂话吗？我的意思说，你们被取消资格了，现在就去，去看吧，不用过来了，出去啊！至于吗？这么小题大做？我让你们过来是为了给队员们加油助威，不是来犯花痴的。学姐，现在就剩我们五个人怎么办呀？栗子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不用去啦啦队训练吗？去了也没用啊，他们心思根本就不在那上面，他们是为了看队员训练。啊，这么不靠谱啊？那怎么办呀？那你不能撂挑子不管了吧？是我自己太自信了，我现在还会觉得能全权包办一切呢。哎呀，你别这么自责，又不是你的错。
小娃，你是怎么当好班长的？有什么诀窍吗？我啊，我也没有什么诀窍，但是你一开始以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。那我也没硬碰硬啊。行啦，就你的性格我还不知道吗？跟人家说两句就吵起来了。哎，不过也是，你现在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。那我怎么办？这样，你先试一些温柔一点、迂回一点的办法，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现在的主要目的呢是来跳舞的。可问题是他们心思根本就没有在这上面过，怎么可能有这种觉悟？也是啊。行了，你别陪着我，你再不回家爸妈都该着急了。我一个人再想想办法吧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一个人别瞎想啊。我走了，拜拜。班主任，怎么了？还是为拉拉队事情不开心啊？嗯，我们都还没有特别多的经验，然后也不太会跳舞。万事都开头难，不要轻易放弃。每当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多鼓励自己。嗯，加油。嗯，我会努力的。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。安主任。我先走了。没事吧，栗子？栗子？哎，栗子呢？栗子应该在体育馆训练拉拉队呢吧？那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你们先把弗洛休息休息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来，拉拉队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栗子馆在这儿，你倒是很清楚啊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跑湖边来一个人待着。那我们过去啊。栗子，你说你从小就这样，有什么事情就闷着也不说出来。你怎么还哭了？你别哭啊！哎，栗子，栗子，你猜猜吧，是拉拉队的事吗？你有什么就说出来，我们会帮你的。拉拉队的队员，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好好训练，我怎么说都没有用。你们每天因为棒球队训练的事情已经够辛苦了，我不想让你们再因为拉拉队的事情分心，所以你就不告诉我吗？拉拉队也是棒球队的一部分，出了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的，没必要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哎，不就是跳舞吗？
干什么？大清早吵的别的邻居啊，你能不能不要发疯了？你干什么？你装成栅栏什么意思啊？我装的是我自家的阳台，我爱装什么装什么，不要你管。以后没事不要来敲我家门。出事怎么办？我看看，没事吧？摔倒了没有？都流血了，怎么办啊？原来你还是关心我的。我没有，别自作多情了你。你刚刚明明有啊！我那是因为，你要万一死在我家里面，我还得给你负责任。我死在哪里都不需要你负责任，以后你撞什么我撞什么，有本事你再装一个我试试。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不能，我就是不正常。有本事你把我抓起来，要不然我就是要跟你做好朋友。吴桐说你们太吵了，让你们安静一点。继续。小松松啊，你就认命吧。就算吴桐脱个鞋，那帮女生还是会叫的。笑笑什么笑？继续坐。再来。起来起来！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先放。哎，这栗子这拉拉队还搞不搞了？啊，栗子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吗？不能吧？再等等，再等等。等什么？哎，没什么。你看吴桐的吧。吴桐又怎么了？一、二、嘿！好了好了，大家休息十分钟。好。什么情况？这就没了？不能啊，还没到平时训练的时间呢。对呀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，他们是谁啊？怎么又来一个啦啦队啊？对啊，他们在干嘛？好。
你们跳的真棒哎，一看就是专业的。人家一个个颜值都这么高啊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一点小忙而已。哎，梧桐在跟那个女生说话哎。凭什么呀？就是。不过你特地为了球队的事来找我，我还挺惊讶的。怎么了？因为以前从来不会管球队里的事啊，有时候连训练都不来。对了，我们表现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看我们球队的队员都疯了。好漂亮啊！谢谢啊。哎，这个女生好眼熟啊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邢深山，中加的啦啦队队长。那当时中加抢地盘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在？嗯。对了，梧桐，你真的不打算再回中加了吗？我觉得月亮岛挺好的，所以可能就不回中加了。他是来挖墙脚的吗？有可能。啊！一队好像有事找你啊？干嘛？你们在聊什么呀？莹莹的训练情况啊？啊？那他……啊，没事。你们继续聊吧。我看了你们在联赛中的表现，很精彩，江丽他们很期待和你们对打。那是当然了，我们球队很强的，而且大家都可温暖了，都是一家人。你还是趁早放弃吧。啊？他们都说了整整三分钟了。可他们真的跳得挺好的。干嘛？他说的难道不对吗？正是因为人家跳的比咱们好，比咱们专业，所以才更受欢迎啊！你们难道不想和他们一样吗？想。可我们能行吗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行的。你说所有人难道生下来都会跳舞的吗？说的轻松。是。咱们如果只是说不去做的话，什么事情永远都是轻松的。那大家也不要抱怨别人的目光总是在他们身上啊。没错。咱们的舰队时间可能确实是短了一些，但是如果咱们肯刻苦训练的话，很快就可以熟能生巧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。是，对啊，刚刚那个舞蹈我们大家都看到了，只要有点舞蹈功底，我们也可以跳。对，我们也能跳，我们都能跳。可是，我还是想跟梧桐说话。出息。学姐学姐，那个舞蹈视频能发我一份吗？哎，我也要。可以，这样吧。我呢建一个群，然后把大家都拉进来，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一起讨论一下，研究一下啦啦队的动作。咱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，以后逐渐增加难度。嗯，好，我们到时候一起练一下。嗯，一起练。今晚我就回去练练，为了梧桐。自己争口气吧，别老想学长了。好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我们现在就去体育馆练一下吧。嗯，好吧，走吧，走。梧桐，那我们先走啦。啊，这么快就走了？那多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得尽一下地主之谊啊！要不我送你们吧。无事献殷勤。梧桐，你天不和我对着干，是不是会难受啊？还是梧桐送我们吧。哦。哎，你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哇啊！没事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梧桐，你坐那喊吧。走吧。再来哦。再见。下次又再来啊。然后，哎，万一梧桐被挖走了怎么办？怎么就那么确定梧桐被挖走啊？你不觉得他很任性吗？什么意思？在中加待烦了就来月亮岛，那要在月亮岛待烦了呢？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动作根本不规范，所以做出来的动作也不好看。可是我们就光看着 iPad 学的话，
很多细节的地方肯定就不规范了呀。不会吧？其实大家已经有很多进步了，再多练习可能就好了。哎，栗子，要不你教我们跳吧？我，我不会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其实我们可以找个舞蹈老师，这样的话会学得更快的。可以啊，可以找我的老师。同学们，安着好。哦，那个，我们只是在排练舞蹈，马上就回去。回去？你不是让我来教大家跳舞的吗？怎么，不需要了？秀山，我们先走了。明天见。拜拜。前面左转，有一个公交站。一般这种情况下，男生都不应该说我送你回家吗？啊？我不顺路啊。算了，我爸会来接我的。好。不过，你真的不打算再回钟家了吗？月亮岛挺好玩的。可钟家没了你也很无趣。哦，对了，江迪在这里还一直扬言说要打败你呢。随便他吧。如果你们能够一直像上一场那样打下去的话，决赛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和钟家对决呢。我们一定会进决赛的。也不知道到时候两支队伍谁会拿冠军。江迪他们现在一直在做测训，我看你们好像现在还没有。这个你不用担心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了，谢谢你了，拜。梧桐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没有训练的地方，可以到我爸爸那里啊。我爸爸是一家棒球俱乐部的老板，他对棒球有很深的经验，也看过你不少比赛，很看好你的。正好他今天来接我，不如我介绍给你们认识啊。深藏不露。非常好。其实啦啦队呢，最重要的是热情，只要你们热情了，就能带动观众还有队员们。最重要的就是力度。你们之前都有舞蹈功底，注重细节。稍作改变，一定会很好的。再来一遍，来。唐瑶，嗯，你还没走？今天栗子不在，所以我来收拾一下。对了，队长还有尹克都已经走了。队长让我给你捎句话：重色轻友，吃里扒外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老师好了。今晚拍拍玩的不错啊！哎，最近有个女孩给你打扫房间，那个人是不是师母呀？白老师，有情况啊？哎，说的是拍拍呢，这是一个整微信好友的 APP，
可以请微信好友来做客，还可以让他装当女仆换装，这个就是小屋了。不仅当做客，而且你还能把他叫来给你打扫房间，是吧，白老师？哎，白老师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小白，你不是去开会了吗？说什么呀？对啊，白老师，你不是去开会了吗？都说什么呀？不会又多了两条新校规吧？这次没有，这次是好事呢。白老师，你所谓的好事评分标准太低，派你为代表去开会，可能是个错误的决定。这次是真的，学校这周末举办教职工聚餐，让我来通知你们，顺便统计一下人数。我这老头子就不参加你们年轻人的聚会了。你不需要王老师，这难得机会跟大家聚聚呢。对呀、啊，就是、啊。不了不了，聚不动了。好吧。哎，那算我一个吧。嗯，是周日吧，白老师？是的，周日晚上。嗯，好。王老师。啊，算我一个吧。好。陶西，去不去？那陶西，有便宜不占不像你的风格，先把你记上去了。那个，他去不去？他是谁？哦，安主任，自己去问。哎呀，你帮我去问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最近脑子有大错了，就是一直躲着我呢。我要是去问，肯定没戏啊。我去问是有戏吗？我去怎么说呀？你就这么说吧。阿敏，周末跟我去聚会啊！你不去是吧？不去我抽你！我开玩笑呢，好笑吗？我为什么每次这种烂事都要找我去呢？那不然呢？我找校长啊。好啊。哎呀，你帮我去啊！我先说好啊，如果他不去的话，我也不去了。哦，这么重色轻友？对啊，第一次认识我。去了，看好你啊！我。安主任，白老师，你找我？啊，我就是想问问，这个周末的教师聚餐，你去吗？聚餐？校长没有跟我提过这个事啊。那我刚开完会，是学校决定要举办的，怎么样？一起去吧。你们玩吧，我不去了。哦，别吧，你不去多没意思啊！别整天面在办公室里面了，你身为主任，不去成个体统呢？可是我不太习惯这种场合。大家都那么熟了，有什么好不习惯的呢？如果你去的话，一定会很好玩的，一定会很嗨的。啊？嗨啊！你知道什么叫嗨吗？就很嗨。啊，很嗨的吗？白老师，你今天怎么了？韩主任，你就去吧。不会是有人派你叫我去吧？没有，我绝对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谁能派得了我？是不是？是，大家都想要你去。算了，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韩主任，怎么了呀？我是想说呢，这个聚餐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嘛，而且你去的话可以促进跟同事们的关系更加的好一点，以后对你处理事情也会更方便，你说是吧？行行行，我去还不成吗？那就说定了。我相信爱是